小，然后大一点。它这个电池怎么换啊？还不知道啊。它不可能在那里充电吧？哇，500元，好贵啊！啊，结果也8分钟，那还不如去开大台的。对啊，我还不如去开大台的。500元有点哇，这是给小孩玩的，直接撞车，哇哇，然后把整个撞到，太欢乐了吧！哇，要撞车，撞车，撞车，冲冲冲！哇，开始大乱斗啊！太嗨了，太嗨了！哇，啊，这个赛道都已经炸开来了，开始乱撞了。看来这里比较乱七八糟。